村民们说，看着挂果与长势，今年山里的核桃又是个丰收年，而我也收获满满。大虎哥告诉我，打下来的核桃放上三天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皮了。哎，大虎哥，咱这就开始剥核桃皮了哈。这个怎么去啊？这个很好去，来，拿这个。哦，这棍儿能敲开吗？好敲啊，你看。啊，对准了，一拍，哎呦呵，再来一下，好漂亮。好好好，我听说盂县家家户户都会做月饼是吧？对对对，啊，山上太多的就是核桃树了啊。吃不了啊，中秋节就做了月饼了。每年家家户户都要打月饼，是都会打月饼。哦，对，做月饼是放一年，第二年才能打月饼。哦，就说咱今儿打的，得明年才能用。明年才能用。这个是西安的嫩的，水分太大，我们运这个核桃是不能有水分。存放一年的核桃仁蒸发了水分，用来做琥珀桃仁再合适不过。热油化开冰糖后，倒入核桃仁，再进行二次炸制。最后均匀地沾上炒熟的白芝麻，看似简单，却要掌握好火候。色似琥珀，香酥脆甜，满口留香，让人欲罢不能。烤过的核桃仁去除了苦涩味，依次加入白糖、红糖，姜能暖胃，同时中和糖的甜腻，使馅料口感更佳。白酒可以使馅料中各种滋味加速融合，又可增加保存时间。大虎哥说，和好的馅料焖一晚上，做出来的月饼更香。哎呦，大虎哥，你这拿油往里和面啊？先把黄油倒面里，太子油。哎呦嚯！我们这儿做法就是黄油开水。为什么要拿开水跟油和一块儿啊？黄油和了面里，它把面那个筋度都破坏了，所以就酥了就。和好了面，接下来该做月饼皮了。要做大小合适、口感好的月饼，揪成一个个二两左右的剂子是关键。大虎哥说，祖辈传下来的经验，十斤面皮十斤馅儿，皮和馅儿一比一的比例，做出来的月饼最好吃。这一比一的用量确实馅儿大料足，但包起来可真让我犯了难。多放点。哎呀，我还放，我裹不住了一会儿。虎口居住它。这个虎口居住它啊，对，一个虎口居住，另一个对往回收，对，感觉合不上口，有点。嗯，行了，收口。好，哎，这是我包的一个啊小月饼啊，这是等于这是咱们最传统的包法是吧？对，那要做老传统的月饼还得用木头的啊。做模具它有讲究，它有这个实木，就是苹果、梨、核桃这种木头。一压这个面来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就这啊，好啊！哇，看这一个一个成品出来，特别有成就感，感觉啊。咱们这拍完一会儿就得烤吧？一会儿烤是这个，也是一个古老的做法，柴火烤。传统的柴火烤月饼用的是山上的果木，烤箱上下都要有火，保证月饼在烤箱内均匀受热。就在我准备把月饼放进烤箱里时，却被大虎哥一把拦住了。真好、啊！哎，好，不要啊！还刚有一个步骤，还有步骤？哎，还扎个眼儿。扎个眼儿？放个气。为什么要放气啊？空气在里边，它就扩了。哦，明白了啊！这样就会让这个月饼裂开，是吧？对。啊，火焰舔舐着烤箱，温度的提升逼出核桃仁中的油脂，白酒迅速挥发，香气氤氲了所有馅料。糖融化成液体，包裹住每一粒核桃仁，逐渐冒出气泡，变换成诱人的焦糖色。哎呦，大虎哥，我这盘子都准备好了啊！好了，就等着出炉了。出炉了。哎呀，到点了。哎呦，咱们接着。哎呦，哇，这一般的糖汁都出来了啊！这刚烤的月饼还真是头一次吃啊，我一般吃都是凉的啊。嗯，热的好吃。哇，糖汁进入嘴里的感觉特别的。幸福，吃上去特别幸福。对，而且这个皮好像是软的，不像咱平时吃这个凉的月饼，它是软皮，软酥。它里边放油了，而且这核桃一嚼是脆的，尤其在8月15要吃上这么一口月饼，太幸福了啊！传统工艺打制出的手工核桃仁月饼，形似满月，色泽金黄，口感酥绵，品味甜香，饱含着浓浓的亲情和独特的家乡味道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。
大虎哥一年到头天天忙着做月饼，中秋佳节他要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一回月饼。我是第六代，他们第七代了，现在他俩现在还有个第八代。哎呦真好，哎呦真好，你得加油了啊，赶紧再给抱个小孙子来啊。哎，大虎哥，这就是咱们那团圆月饼是吧？啊，在中秋节晚上，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要团圆月饼，就这么大。大虎哥，你觉得月饼对于你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呀？对我们家来说，就是意味着团圆。我干了30年了，每年最后就是到这个8月15才能团圆这么一天，平时很辛苦的，所以说这个月饼象征着我们家的团圆。山间树上一颗颗饱满的核桃，对当地的村民来说是脱贫致富的富裕果，是忘不了的团圆味。金秋十月，满山遍野的核桃林迎来了今年的大丰收。跟他们分享了。